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大哥，我想问他拍的什么？你不要着急，大家都听我说，哎、大家都听我说。他是什么媒体的呀？大家不要着急，他那都是外国的，五讲中国，不要着急，大家听我说，大家听我说，不要着急。你们先不要让他压力太大，就是他，看到开心个屁，感觉你都够了。我们为什么生气，是因为有一个 BBC 的记者然后报道了断章取义，他并没有把真实的灾情诬陷污蔑造谣攻击对所以大家就很生气。 BBC journalist sent us a fake news with a WhatsApp to people. Everyone's angry that the story is incompleteNi报道可以真实的 yeah, 真实 对我们中国有一个好的看法，不要攻击我们。